所以电梯都有开，但没什么人。好久没有到这种免税店逛街的感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人在 JFK 机场，要准备去 LA。那已经是大概快两年没有坐飞机了，上次回台湾坐飞机是2019，因为疫情到现在第一次要坐飞机，所以是有一点紧张。我等一下要坐6个小时，希望一切顺利，然后再跟大家分享机上和LA的风景。但因为已经太久没坐飞机，都已经忘记要怎么打包啊，然后刚才去逛了免税店，就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。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，拜拜。大的淋浴间都是木头色系的，然后这边是卧室，漂亮的纱窗，这床好可爱哦。他说他帮我们 upgrade 到 king size 的床，就一个蛮大的床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小桌子。然后刚看外面的风景很可爱，很加州，这小 palm tree。嗨，大家，刚整理了一下，因为刚头发很乱，然后换个衣服，等下准备去吃饭。因为从早上到现在都没有吃什么东西，所以要赶快去吃个东西。然后最近洋装，我觉得跟这个饭店房间风格很搭，就是这种棕榈树，然后这个颜色跟房间的色系很类似。等下先去吃饭，再跟大家分享，拜拜。照片，就在这边的人好像都很冷静的在用电脑，就只有我觉得赞叹不已，就不得不拍很多照片，真的很好看。然后是我很喜欢的那种风格，就有一点简单，然后木头色系，我觉得非常漂亮。如果大家之后有机会来 Santa Monica， 可以来这个饭店看看。误打误撞在找厕所，意外走进这个房间，好可爱哦。里面用的家具都很好看，我喜欢这个椅子，很像巧克力。我们现在要走到 Santa Monica 的海港，有一种淡水老街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游乐园跟纽约的 Coney Island 有点类似，就是有海边，然后再加上一些游乐设施，就还蛮有趣的，就非常的热闹。虽然今天是星期一，可是人还是蛮多的，就很多那种家庭啊，大家出来散散步之类的。然后大家等一下看这个后面的海边很美。
家早安，今天是星期二，也是我们旅行的第二天。今天看起来好像蛮水肿的。现在早上6点多，我们就出门，因为我们纽约来的有时差，这6点是纽约的10点，所以我们已经很早就醒了。然后现在去一个咖啡厅，路上只有我们一个人。等一下带大家去看这个很可爱的咖啡厅 ，Go Go。很健康的食物，然后早上8点就有很多那种很有型的型男美女在那边吃东西聊天，就氛围蛮好的。我们现在来到 Venice Beach， 之前我有来过，是很久很久以前，大概3-4年前吧。然后因为今天天气是云比较多，可惜看不到蓝天，不过还是蛮美的。然后这边非常多小棕榈树，我背景全部都是，还蛮可爱的。我现在在饭店的2楼，还有一个户外区，然后刚有去他的健身房。我的户外区蛮可爱的，很多树，然后还有一些户外的椅子跟位置。天气好的时候坐在这边还蛮舒服的。嗨大家，我们现在准备要退房了。昨天晚上住在这边我觉得还蛮舒服的，而且非常的安静，完全不会听到什么很吵的声音。因为我平常在纽约就可能7点半会醒，所以有3小时的时差，就很准时的今天早上大概4点多的时候就会自己醒来，然后我们就很早就出门。这个饭店我觉得它的浴室啊，跟他的这个房间的床都睡起来蛮舒服的，然后蛮喜欢这间饭店，它价格就蛮不便宜，所以我觉得偶尔来体验一下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下次来 LA 这边也可以考虑这一间饭店，就还不错，可爱的椅子。等一下我们退房要去 LA Downtown 另外一间饭店 check in， 然后会找我们的朋友一起吃午餐。我们想要去吃鼎泰丰，因为我非常非常想吃鼎泰丰。上一次吃鼎泰丰好像是我2019年回去台湾，好像也没吃到鼎泰丰，所以已经超久了。前来 LA 也是特地去吃鼎泰丰，就非常的开心。那非常希望东岸之后可以开一间，请大家联署纽约开一间鼎泰丰，我一定会很常去吃。白天或晚上在downtown走路都要注意一下四周。
馆住的饭店，它是比较像一个小旅馆，比较不像饭店，蛮可爱的。深的一个房间。先来饭店的泳池看一下，现在都没有人耶，超级可爱的，还可以看到很多 palm tree。 我现在要坐车准备去鼎泰丰，如果记得没错的话，就是我几年前跟我好朋友来有去过那一间，蛮不错的，期待小笼包、抄手，然后还有炒饭。到了，麻辣烫。Thank you.